089頁第三段片啦。咁咧，我哋已經馬上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咯。其實我哋而家嚟緊做緊啲嘢咧，係咩咧？哦，原來頭先呢一類型嘅嘢咧，我哋只係可以考慮啊、其中有啲單數次方嘅。我哋而家呢個係 case one 啊，單數次方嘅。咁所以你見到咧，我哋咧。A 至 F 咧，全部都是單數次方嘅啦。呢個單數啦，呢個單數次方啦，呢個係三次方係單數啦，呢個三次方係單數啦，呢個三次方單數啦，呢個成個五次方都係單數。咁所以我哋而家成頁係做緊咩咧？係做緊一啲我哋有單數嘅，哪怕佢係一個好，兩個好。咁咧，我哋嘅策略就會係咧，將單數嘅次方積入去個 DX 裡面。啊、我們用回這一種 in 進去啦，然後呢你就會看到剛才為何這個不 work、啊、這個我走去將個雙數次方 in 進去， in 進去之後呢變成剩了一個單數，這個單數 我不能夠將它 sin 變成 cos， 但你說這邊不是了，這邊我 in 個單數入了去，咁佢原先單數就變成雙數，雙數有咩好呢？雙數就可以用呢一個咁樣嘅恆等式，將它變曬所有大家都是以 sin 作為個 variable 咁樣去處理嘅。咁所以我哋巧妙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所以咧，我哋睇埋個 E 題咯噃。E 題我哋就係根據頭先講，我哋就梗係 in 個單數入去啦。今次嘅單數咧係 cos 嚇，咁啊，所以咧 cos in 咗一個入去，得翻兩個啦。咁啊，然之後係 variable 係 sin x。好，然之後頭先講過啦，因為佢剩咗係雙數，所以好 easy 地將佢變做一減 sin square x d sin x， 然之後拆開佢，呢個係 sin 四次方，呢個係 sin 六次方，成個係 d sin x。好，所以呢個係 sin 五次方 x over 五減 sin 七次方 x over 七加 c， 搞掂啦。好，咁五次方點咧？一模一樣啊，因為佢係單數就可以啦。咁啊，擁一個單數入去啦，即係剩咗四個喺出邊。咁然之後係 cos x 嘅，有個符號擺喺出邊啦。咁但係你話頭先 square 就輕輕鬆鬆啫，你話四次方咁點搞啊？四次方都得噶，四次方咪二次再二次咯。咁所以你可以將佢睇成一減 cos square x 呢個嘢咧 ，sin square 啫，再二次方。咁你都係將佢全部冚唪以 cos 作為嗰個嘅答案，即係嗰個 variable 噶。咁啊，呢度係拆開一啦，減兩個 cos square x 啦，加 cos 四次方啦。咁因為冇問題，因為個 variable 我哋個 u 係 cos x 啊嘛。咁啊，所以係咁樣一 in 一就 in 咗個 cos x 出嚟啦。前面個符號啊，然之後。再嚟跟住咧係加嘅嚇，負負得正，即係 cos 三次方 x 啦。咁啊有兩個 over 翻個三，然之後前面個符號 cos 五次方 x over 翻個五加 c 就係咁啦。咁所以咧總大家留意啦，我哋 case one 就會係呢一種咁樣嘅模式。將單數 in 入去個 dx， 剩咗出邊嗰個你就可以用呢個恆等式將佢咧 in terms of sin 或者 cos only 嘅，即係視乎你個 variable 啦。試試呢個 classwork， 下一次再同大家講 case two 啦。